现在变轻了，对，你变瘦了呢。娃如是妈妈专属的按摩师，母女俩的亲密时光。舒服吗？舒服啊，舒服。知道妈妈在工厂上班，撑着这个家，特别辛苦。按摩的双手更多时候是承担家务，总是很贴心，减轻父母的压力。我开玩笑讲。 你有没有后悔啊？做妈妈的女儿啊，因为妈妈不能给你东西好的东西啊。她讲不会啊，你给我们健康就好啦，比我们床也有啦。妈妈，你不用想那么多。转念就有面对逆境的勇气，在画画的过程中释放负能量。我会尽量不会让自己悲观，对，虽然有时候画还是会。 难过的时候还是会画一些东西，但是我的画几乎都是比较正面的，比较鲜艳一点，跟他人一样，就是很乐观、很开朗的感觉。弟弟妹妹的榜样，娃如课业成绩很好，还自己打工赚生活费。像这样的家庭，爸爸妈妈都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在为这个生活在打拼。 那所以间接影响到孩子，也都能够努力向上。想要让妈妈不要担心，对，我只是想让她觉得生下我们这些孩子，就是不会后悔，因为很乖。怀着感恩心，娃如画出心中的妈妈，希望妈妈像这幅画一样笑口常开，全家人平安在一起，就是幸福。